销订单的话，您是要靠银行邮局柜台那边去做取消。那是因为现在柜台已经是下班时间，所以稍后我们会建议卖家的名义帮您联络24小时的帮忙员。哦，银行没开了吗？你说我们银行没开了？现在银行和邮局都已经关门了，就是柜台那边，就是我们只能是说透过你24小时的帮忙员。可是我这边有，可是我这边有银行到9点的。银行到9点？对对对。没有啊，这边不会啊。没有，我这边会啊。你说的是哪家银行？我说的银行是单程。哪边？单程银行。我说，单体银行。你现在是怎样一个状况？要不要做取消？电话都是有全程录音的，我们并不会强迫您提供商品，有没有了解？哦，你有录音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那可是我有录影呢。录影被把你被录下来，拍下来，拍连拍。连拍是不是？是。